首先我有一個睇法咧，即係如果有睇過 John Market 嗰份報紙，我都有講過嘅咧，就係我唔認同呢個世界度冇 X 世代或者 Y 世代。點解咧？我不嬲做人做事咧，我有兩個諗法嘅，我又好，你又好，我哋大家唔應該俾人哋 label 咗我哋係邊個？呢個第一個好大嘅關鍵。如果你俾人 label 咗你係邊個嘅，我唔理係 X 又 Y 又好，定係 Z 都好咧，咁你嘅局限。你的位置呢的變化就不會太大的。那我出書我寫文章甚至我跟你們現在溝通呢，我都是抱有一個心態的，就是裡面這200人很幸運，在我聽主辦機構說有500人只有200人坐得到在這裡，還是下午4:30、大家一定有些東西想拿走的。那想拿走的是純粹做好這份工呢，我覺得呢人呢就太短視了，同埋太矮小啦，咁我認為即係大家嘅界限唔應該係自劃界限嘅，樣樣嘢我都認為係 aim high shoot low。咩叫 aim high shoot low 咧？就係你都冇辦法可以破到你嘅格局，破到你身邊認為你可以做到任何事情嘅可能性啊。咁呢樣嘢好緊要嘅。咁如果你信你自己會得嘅咧？咁啲事情先至會做得到嘅，我係成日有講 talk， 又寫書，又寫文章，但我傾向性我好多都冇重複嘅，因為我每日都係尋找一啲新嘅題材，但我中心思想冇變嘅。咁但係我好多時寫文章啊，或者好多 email 啊，或者好多有問有答啊 ，fax 都有咧，好多人問你個問題全部都同一樣嘅，而全部都係同一樣咧，都係一啲自己已經有咗答案嘅問題，係淨係想我話。你去死啦！係我講真的、或者話一聲即係依一個咧，其實就係最好聽的即係當我唔會咁樣答人哋話你去死啦，啱唔啱啊？因為好多人你已經決定咗嘅事情，你同我講，你問我點解？你寫十行，跟住第11行裏邊有四個字，黃山可以俾啲意見嘛？咁其實好多嘢已經決定咗，咁結咗咧個其實個所有嘅局限都冇得改變。咁可能諗下就係、是。咦，我怎樣認清自己呢？那個方向性呢就是說、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我做一些 project 或者我參加一些比賽的時候、甚至乎在這些比賽那裡咦，我展現到一些什麼特質呢、或者是做了很多年了、好像 Kit 那樣、或者是 Mary、或者是 David， David 都現在在做事了、對了，或者 Michelle 那樣、那我們大家都可以在做事的、即工作情況上是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些特質的、譬如說做一些 assignment 的時候、或者是、做一些 special project 的時候，究竟展現自己是什麼特質呢？可能是在說咦，有一個 project 呢本來個個人都說不做的難的、我說咦，不是、我呢就領導他們、告訴他們、做這個 project 有什麼好處、做這個 project 的時候有什麼難度，但是呢我們可以共同努力地去完成這個 project， 這個可能是展現我們領導能力 都未定的。所以我們當我們回顧一件事的時候呢，究竟我們是有什麼特質呢？甚至乎說就是咦，不是、在之前呢、不嬲呢、marketing 之前的前輩是這樣做事的、但是我那次呢突然間靈機一觸、有一個很有創意的一個 topic 出來、大家都覺得哇挺好的、我夠膽去 share、所以這次的經驗當中呢，我知道自己除了創意之外呢，我更加是很主動地去提出一些方案出來、令到呢公司或者是、我們自己的 team 呢可以有更好的一些收穫或者更好的一些結果。總之無論是怎樣世代變化都好，我們這個新世代呢其實每一個時代都是新世代來的嘛，我覺得新的角度去睇一啲問題嘅，例如譬如話，可能如果大家有睇，大家 share 一下一啲我哋自己嘅前景或者啲睇法嘅。咁但係咧，
未去之前呢，我想大家都 warm up 一下，就係咁啦。其實自然揾工咧，都好想係揾翻啲金融界啦。咁覺得譬如做銀行啦、買飛啦、做買分啫，其實係好型嘅。在座大家嘅心情咧，都係懷著有少少迷茫加有希望有盼望嘅。我諗把握機會係達人嘅一個最重要條件之一。同意？隨意舉手啊，冇啊。OK， 所以今日大家點解坐喺度咧？写着写着